狮子射手下周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哈，因为月度的这个最佳清理时机就在周四的白羊座满月等着你们啊。那么建议所有的火象都去抓住这一个时机啊，清理掉最近你觉得那些让你不太舒服的东西哈。老规矩，我们不画饼，那主打建议的避雷。结合下周的星象呢，白羊在周一开始啊，你会进入应该说会砍断吧，就会砍断之前花钱如流水的这个情况啊，不管是头部也都会偏向理性啊，也比较适合去学习一些什么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啊。那么周一周二的时候比较容易熬夜失眠，可能会梳理米库账单数据啊，部分人会有一些情绪化，然后胡思乱想，甚至是干家务大扫除。近期的话适合谈婚论嫁、商定婚期，感情跟合作都会有一些好运，可以积极的去推进一些项目吧，或者是说敲定啊，不过要小心跟家人对象的冲突，或者说可能会有就是家人反对这个感情。那十五号的话呢，有这个米库的动荡以及支出大笔账单，周三周四满月会发生在你的本命宫，对你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了哈。你可以将这个能量啊回归到自身，然后去斩断一些消耗你的人事物啊，或者说调平子，让自己就是借此机会升到明顶。另外呢，分享欲也会很强啊，可能会沉浸在学习、探索、文字沟通之中啊，但是要小心跟家人室友会吵架。周五周六的话，可能会处理一些比较繁琐的账单或者是说数据啊，可能会思考啊，或者安静的去享受一些家庭的事情，甚至跟家人去聊一些迷你的规划啊。那么周日的时候容易情绪化、多愁善感，可能会有出行啊，有学习，甚至为此花费。狮子的话，从周一开始呢，跟家人、室友、朋友的交流会变得比较多，可能会为家人或者房子花一些迷你，或者是说有朋友就是住进了家里。那么周一周二比较容易为朋友玩乐过敏，可能会熬夜挣外快，或者是说思考如何搞钱。近期的话人缘不错哈，可能会经常聊天，也会有朋友来找你玩啊，上网课、参加一些聚会，但是要注意一下沟通，避免有一些分歧，还要小心这个出行安全啊，可能会装修搬家或者换一个新的环境，甚至很有可能就是会面临一些临时的请假啊，或者回家办公。比较建议关注一下家里的这个长辈的身体哈，然后部分人可能会被辞退，或者是说工作变动。那么周三周四的时候可能会开启或者接触一个行程、课程、考试。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少做热闹啊，不要去靠近太多的是非，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去小人瓶子。周五周六的时候会收获事业的肯定，那么也会容易焦头烂额，然后要注意一下职场的关系，可能会熬夜加班，思考收入跟付出是否成正比。周日的时候会跟朋友对象出游聚会，小心情绪化闹矛盾，还有语言的冲突。未来20天的时间，单身的人有桃花了，有伴的人就会感情升温。已婚夫妻的话，更多的是会有一些小孩方面的好消息啊，那么大家都会有一些小偏明的小惊喜。射手的话呢，周一开始你的工作感情都比较适合低调，筹谋或者学习，事业跟这个合作方面相对来说会进入一个摸索期吧。需要静待佳音哈。周一周二的时候可能会宅家，然后享受自己的小世界，或者就是为家人房子花一些迷你啊，或者需要协调好跟对象啊、家人之间的关系，避免有一些矛盾。近期的话也容易在社交网络中就遇到一些桃花的合作项目，朋友和对象都是你的贵人，不过要小心迷你的纠纷可能会掏光自己的米库。那么职场的话可能也会面临一些突发的变动啊，比如离职啊、换岗啊、换办公室，甚至是换这个同事啊、换项目组都有可能哈。那周三周四的时候满月会影响感情、子女可能会告别某个人，或者是说结束恋爱，然后步入婚姻。已婚的人容易有小孩的消息，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双人合盘或者是感情庭去处理一些问题。周五周六会为工作忙碌而操心哈，但是要注意一下身体跟这个职场的小破人，小心跟同事之间吵架。周日的话就注意一下情绪吧，避免人际冲突。未来20天的时候呢，你的魅力大涨啊，那么会有工作机遇、offer 或者贵人资源、粉丝来找你啊，那就祝大家一切顺利，马上拉上你的粉丝，拜拜。